崔树岩大人申请来此查案，秦家参与杨氏贪污军饷、通敌卖国一案，证据确凿。此番石家定是拿秦家来开刀，这一定是有奸人陷害，天理不容！拿下！走！秦家的事儿，是不是你做的？要除掉秦家的，何止我一个？胡闹！ 我是来见你。我如何信你？母后暗自里查了我，知道了我和秦家小姐关系甚密。现在秦家案是一个绝好的机会。父皇现在缺一个人，一个位置够高，可以顺理成章从品级上压。世家不敢动手，也不能动手。你找一个合适的理由，去向父皇投诚，借此机会以彻查此案为由，建立一支属于自己的卫队。 作为一支独立于朝堂之外的监督，我生杀有夺之权，可赦名为督察司。督察司直属陛下，一旦做，就会得罪两相六部。今天是秦家，也许明天就是殿下。若无权势，如何保护得了自己，保护得了身边的人？人只有变得强大。 才有选择权。无论我们是夫妻还是盟友，早就生死与共。选一条你喜欢的路就好。我跟裴文轩真的只是互相利用的关系吗？